大家好，又到了 Costco 每周特价时间。临近万圣节，小孩装扮的服装经常抛售。上周才恢复上货的四维婷系列抗衰护肤品，是通过科学护肤对抗衰老的典范，在 Amazon 上也价格不菲。这周已经全线特价，折扣20块钱到30块钱不等。鸡蛋、苹果也难得的特价了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周 Richmond 店都有什么特价、新品、清仓价。减少皱纹、淡化妊娠纹的抗皱霜，含有 Strivectin 的专利成分 NIA-114 加强版的多种抗衰老成分配方，质地轻盈，易于吸收，促进胶原蛋白生成，为肌肤提供深层滋养，让皮肤更光滑柔软。这一组两瓶，原价99.99元，减30元后现在卖69.99元。富含多种强效肽成分的斯维婷抗皱精华，核心成分是多肽复合物，可以深入肌肤，支持胶原蛋白生成，显著提升肌肤弹性饱满度，使肌肤更加紧实亮泽。这一组一大一小两瓶，原价99.99元，减30元后现在卖69.99元。斯维婷爆款圣品的颈霜，被称为革命性抗衰老的精华，独有的去皱紧致成分，减轻脸上和下巴的皱纹，打造天鹅般的颈部，勾勒年轻的轮廓。这一组两瓶，原价89.99元，减25元后现在卖64.99元。眼周肌肤小熨斗斯维婷眼霜，独家专利的胜肽活化科技升级版，增强抗皱功效，由内至外重整及修复眼周问题，令眼部肌肤恢复光滑紧致，是不少人认可的有效眼霜。一大一小两支装，原价64.99元，减20元后现在卖44.99元。不少人喜欢的斯塔夫温和洗面奶，半透明状乳体，无香味，除了洗脸还可以洗身体手部，适合敏感肌肤，洗后无紧绷之感，干洗水洗都可以。这一瓶一升，原价19.99元，减5元后现在卖14.99元。据说加拿大北极考察队使用的护手霜，成分是独特有效的甘油、洋甘菊和硅胶混合物，舒缓及镇静肌肤，可为粗糙干燥的双手提供必要的护理，适合平时经常碰水做家务活较多的手部护理。这一组两大一小三支装，原价14.99元，减3元后现在卖11.99元。30个装特大号的鸡蛋，平时比其他超市贵，人们都愿意买，如今特价了，更是拿得没商量。原价11.49元，减2.5元后现在卖8.99元。同样拿得开心的还有安培斯苹果，吃了无数苹果后发现质量最稳定的苹果是它，虽然比其他超市贵还是认了，减价就不同了。这一袋6磅，原价8.99元，减3元后现在卖5.99元。偷偷从19.99元涨价到21.99元的猪肉末又玩起特价，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这一袋3公斤，原价21.99元，减5元后现在卖16.99元。以精致美味出圈的未知数猪肉鸡肉饺子，以猪肉、鸡肉和蔬菜为馅料，配以经典的日式调味料，肉质鲜嫩，外皮薄而有弹性，里面有5盒，原价19.99元，减4元后现在卖15.99元。质地细腻一抹的花生酱，保留了花生的天然香气和营养成分，可以涂抹在面包、饼干、吐司上，也可以用来制作三明治、烘焙食品。这一瓶2公斤，原价10.89元，
减两块二后，现在卖8.69。印度风味的烤饼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馕，外皮略微酥脆，内部柔软湿润，适合搭配各种餐点。这一组12个，原价8.49，减2块钱后，现在卖6.49。有点像小时候吃的米花糖，有松脆的米粒和融化的棉花糖制成，除了甜，基本没什么毛病。里面有54个，原价13.49，减3块钱后，现在卖10.49。好久没有留意的小熊卷筒纸，看见不少人购物车上装有，才特意去看的，想不到已经卖到29.99。好在疫情时看到特价就买，还有一些存货，原价29.99，减6块钱后，现在卖23.99。21.5英寸硬壳的可登机行李箱，方便取用的钱袋，最大容量16英寸的带衬垫笔记本电脑袋，360度方向轮，移动平稳顺滑，方便短期旅行。原价99.99，减20块后，现在卖79.99。洗护二合一的海飞丝洗发水，去屑洗发水加护发素专业配方，有效去屑并控制头屑再次生长，让头发柔软而有光泽。这一组2瓶，原价22.99，减5.5后，现在卖17.49。不会导致褪色的深色衣物洗衣液，配方中含有一种活性成分，可充当染料磁铁，在洗涤过程中收集散散的染料颗粒，防止颜色转移褪色，有效清洁衣物的同时，防止颜色洗旧褪色翻白，特别适合酷爱牛仔裤的人。这一桶能洗99次，原价22.99，减5块钱后，现在卖17.99。和 Costco 内干湿拖布配套的拖把套装，只需将清洁布固定在拖把上即可，除了拖把头，还有14块干拖布，6块湿拖布，适合日常快速清洁。原价15.99，减4块钱后，现在卖11.99。目前价格最贵的多功能扫地机，全新的真空吸尘器和拖把组合，涵盖的5种清洁模式，外加3项自定义清洁方案，满足所有的清洁喜好和个性化清洁。无论是单扫单拖、先扫后拖、洗拖同步，全部都能满足，真正做到彻底清洁。现在卖1399.99。高分辨率智能化的视频门铃，具有120度的垂直视角和90度的水平视角，可全面覆盖门口区域，通过连接 WiFi 与家中现有的安防系统轻松整合，增强安全保护。原价189.99，减40块后，现在卖149.99。1400瓦高峰功率的搅拌机，配备6道叶片，能够迅速粉碎冰块，冷冻食材，实现平滑的搅拌效果。主杯72盎司的容量，附送2个24盎司的单人杯，现在卖79.99。灵活使用的慢炖锅套装，可拆卸陶瓷锅、钢化玻璃盖，大锅 6 quart 用来做主菜，小锅 2 quart 做配菜酱汁，可编程长达10小时，低高温控制设置，现在卖59.99。万圣节期间替代糖果的宝可梦卡，卡片上都有特别的南瓜、皮卡丘印花图案，包含这么多鬼怪主题，在最惊悚的节目中感受到收藏卡片的乐趣。里面有120个迷你卡包，每包是3张精选卡片，原价49.99，减15块后，现在卖34.99。完美节日礼物的美容倒数日历，每天开启一个小窗，发现不同的美容产品。这个日历包含了多种护肤和美妆产品，
从身体护理、面部护理到沐浴产品应有尽有，所有产品均采用纯天然成分，不含有害化学物质，温和且安全。原价39.99元减8元后，现在卖31.99元。用比利时巧克力设计成迷你圣诞树形状，造型和包装均为圣诞主题，增加了节日气氛。这里面有9个独立的小盒，每个小盒重80克，包含黑巧克力、白巧克力和牛奶巧克力各8颗，非常适合送礼，现在卖25.99元。好，这期就介绍到这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，欢迎新朋友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